大家好，我是马德忠，祝英皇体育的朋友们红红火火，都能在英皇体验精彩人生。北京时间8月14日凌晨2:30，德甲第一轮将火热开战，门兴将在主场和拜仁慕尼黑展开一场备受瞩目的焦点大战。门兴上赛季排名第8，无缘拿到欧战资格，拜仁上赛季夺得联赛冠军，完成了9连冠的伟业，在联赛统治力十足。本场比赛是两队新赛季首战比赛，谁能率先抢夺新赛季开门红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比赛对阵门兴 vs 拜仁慕尼黑，比赛时间2021年8月14日2:30。门兴在上赛季获得联赛第8的排名，因此无缘取得欧战参赛资格。而本赛季门兴卷土重来，对阵容实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提升，只为拿下更好的成绩。起码在最近的球会友谊赛中，门兴5战得3胜1平1负的战绩仅不敌百德伯恩，其余比赛均保持不败，状态相对不俗。而且最近一场在德国杯的首轮比赛，门兴在客场以1-0小胜凯泽斯劳滕，顺利过关，并迎来了各项赛事4连胜佳绩，势头一片大好。记得下方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